缩鼻翼手术怎么做？徐大道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。那么缩鼻翼手术呢，这个是一个理论讲，我们耳鼻喉科也在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耳鼻喉科做的相对比较少一些。那么基本上这个属于应该是整形美容科在做，美容科做的比较多一些。那么缩鼻翼手术呢，它是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，使你这个有的人显得这个鼻子宽大往外膨胀了出去了，那么显得这个鼻子不好看，让把鼻翼缩回来以后，这样鼻子就高起来了，就隆起来了，这样呢有立体感。这种手术方式呢，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把手术切开，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它切掉，然后再向内移位，然后这样的话是把鼻翼呢能够去缩窄，然后呢鼻头呢能够提高。那么这种手术方式呢，就是理论呢也是一种美容手术吧。这种小手术的效果还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并不主张每个人都去做这种手术，因为可能有特殊的需要，我们职业的需要，那么可以做这个手术。因为我们本身你的鼻腔长的这个形态，它对它自己这一个个体来讲，我想应该是匹配的。那么尽量的不要改变它的原生态。专家提示：一，缩鼻翼手术应该在整形美容科做，理论上也是一种美容手术，但不建议做。二，手术方式是把鼻子多余的部分切掉，再向内移位，把鼻翼缩窄，鼻头提高。